这次来呢，就是为了胡兰。是偶像啊，我不是要炒什么 CP。虽然说我真的是非常喜欢脱口秀，但我也不至于付出这么多，对吧？我就是在脱口秀大会的时候，我看到胡兰，我就觉得，哎呦喂，这小动物还会说话哈。所以说呀，就说马苏姐，你要追星就别追什么玄彬什么的，你就追星就追这个脱口秀演员。你追玄彬的话，就跟追兔子似的，你齁累的，你又追不上，你就追这玩意儿，你知道吗？就跟追那个东北的傻狍子似的，你就喊一声，你说嘿，然后他就回头看，说嗯，谁？你要是不确定呢，你就上去问说。你是跑的吗？跑的还会说对对对。对